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我是林秀文。河北鼎新中国社附近有一间幼稚园的美语学校，内底有将近千平的空间，然后这个游戏喷水区、开心农场，还有生态池。这校方表示哦，即卖囡仔是愈来愈少接触到大自然，建立着这款的环境嘛，希望讲，让囡仔会当实际感受到自然教育，让囡仔呢会当丰富到课本以外的常识。炎热的热天，欢喜的生水，除了这个游戏喷水区以外，边还有生态池加开心农场。这间幼稚园就是希望会使让小朋友喜欢来上课，每天学习不同款的新鲜事物。吃瓜。还有呢？吃椒。吃椒哦，那你以前有没有看过？有啊，那你觉得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好玩啊！什么？看到青椒。还有呢？看到茄子。我看到西瓜。你觉得好不好玩？好玩。游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可以泼人家。那你呢？我喜欢玩球。你呢？我喜欢玩溜滑梯。在这边好不好玩？这间幼稚园占地千平，除了教室以外，另外阁规划各种接受自然的设施，同时嘛纳入课程当中。小朋友唔呐介意，家长嘛真肯定。个水生植物区，还有那个种菜区，好，还有果树区，还有戏水池。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来这边探索游戏，然后呢，希望他们去体验到生命教育的可贵。然后孩子不是只是单单在课本上的获得，而是在各方面呢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。为着要让小朋友会使接受自然，同时阁兼顾安全，园方特别打造安尼教学环境，唔呐，让都市的囡仔会使有无同款的学习机会，嘛，让课程的内容变了更加丰富。大专新闻林伟婷何美采访报道。天气是愈来愈热，想要食冰消暑，又搁烦恼这身材变形吗？即马出现一种创新的水果冰哦，透过这专业的技术，把这水果冷冻起来，搁做成冰淇淋。那食会到水果的原味，搁会当消暑解渴。上重要的是，唔惊食伤济会变大颗。欢迎光临冰果师，请问需要什么口味吗？一盖到冰淇淋，又搁甜又搁大颗的刻板印象，国内有业者运用极速鲜果冷冻技术，搭配上新研发的专利冰果融合机，将冷冻的水果放入去机械内底，不到一分钟就会当做成健康、天然、热量超低鲜果冰淇淋。我们这里最特别的就是荔枝口味冰淇淋，这是一般外面你吃不到的。这个、冰淇淋吃起来有自然的荔枝的清甜，还有我们这里最受欢迎的还有芒果口味的冰淇淋。对，其他我们陆陆续续研发的有凤梨冰淇淋啊、木瓜冰淇淋、香蕉冰淇淋，还有草莓冰淇淋。哎，你可以吃到浓浓的幸福滋味哦。回归健康天然的食品路线是饮食文化的趋势，唔那是大朋友会当尽情来享用美味的冰品，家长万免烦恼囡仔食侪高热量、低营养价值的零食。真正鲜果冰淇淋门市已经伫咧团购网来引起话题。跟其他的这样比起来的话，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冰淇淋不是用100%纯水果去做的，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物。那因为像我小孩，他对其实牛奶他有点过敏，所以我会让他吃这样的冰淇淋，因为比较健康自然。台湾水果 BB 大家都知道，业者对食材技术全部是 MIT 台湾制作，100%由着新鲜水果做成的冰淇淋，伫咧零下18度打造冰淇淋的完美口感，完全无化学添加物，补充身体所需要维他命甲微量的矿物质。食冰消暑唔免烦恼健康问题，在地水果的好滋味嘛无分季节，随时会当品尝到这独步全球的鲜果冰淇淋。大众新闻综合报道。提供大家果菜的资料，根据客户果菜市场提供的介绍，今仔日蔬果总交易量是83公吨，总平均交易价是每公斤28.9元。咱来看其他蔬菜交易行情。花菜上价50，中价34，下价20元；高丽菜上价25，中价20，下价15元；姜上价70，中价46，下价23元；菜头上价18.5元，中价15元，下价11元。
上价25，中价23，下价20元；菜粿上价55，中价41，下价12元；韭菜花上价67，中价65，下价60元；葱仔上价50，中价43，下价36元。上价44，中价37，下价23元；火锅上价55，中价28，下价12元；西瓜上价30，中价21，下价12元；冬瓜上价16，中价13，下价7元。咱来关心气象哦，这气象局表示，伫咧菲律宾东南边的海风，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，就有可能伫咧今仔日、明仔载两天，增强为今年第六号的风台。目前暂定中文名是杜苏芮，未来是不是会直接影响到台湾？这礼拜五将是关键的时间点，外围环流也开始来影响到台湾附近的海域，请民众要随时注意到气象的动态。中华地区明仔温度是26至34度，落雨几率是30%。咱继续来关心明仔各地气象报告。实在是真烧热哦！提醒乡亲，即中昼11点到下晡2点，日头是真炎，外出请加注意着补充水分，注意防晒。以上是今仔日6月26日礼拜二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感谢恁的收看，我是林小文，咱再会。